诸位长辈朋友，大家好。我们一开始向孔子的圣像行三鞠躬礼。其实一个人的德行最重要的大根大本，孝亲尊师。一个社会它之所以乱的根源也乱在这里，就是《孝经》提到的，邀君者无上，对于自己的领导不尊重，对于自己的长官不服从，这团体它伦理就乱了。非圣人者无法，对圣贤人讲的话觉得是糟粕没用，批评甚至是把它破坏了，那人就不懂得做人的这些道理了，就无法了。非孝者无亲，我们看到社会现象再来看夫子看圣贤人留下来这些经句就觉得很有分量。2000多年前孔子就点出来社会乱会乱在哪，非孝者无亲，他连父母都不孝了，这个家就不可能和了，不可能安定了。非圣人者无法，这个社会已经失去是非善恶的判断，好像讲话大声的有权力的他说了就有力量，这个就变成了似是而非了。所以假如能够尊重父母，尊重老师，尊重领导者，那很多家庭单位的问题就能够解决掉了。所以圣人看事情他都是从根本去解决问题，不是从枝末。一个2、3岁的孩子当他遇到他不能解决的问题请问他会找谁呢？你会一定会听到一个孩子在那里哭，而且哭的音调里面都是哇哇哇叫妈，有没有叫爸爸爸的？有没有？有啦，这个父亲有智慧，他也是爸爸，都是找他的父母啊。那现在我们冷静下来了，当一个民族出现沉船问题，出现了他延续的问题了，这个时候呢，这个民族要找谁你们不能无辜的看着我，这是我们面对的问题啦。好，那一定是找祖宗啊，找老祖宗啊。所以这确实是我们认祖归宗的时候了。因为说实在的，我们很努力，我们的人生努力的程度不亚于我们的上一代甚至上上一代大家很冷静看教育孩子这个时代辛苦还是上一两代辛苦？这个时代吧。你看以前少说生个5、6个，有实力的话生一打都有，现在呢生一个生两个管的一个头两个大，那个时候12个，还不出败家子，而且还懂得孝顺。现在生1、2个了，都变小皇帝了，花的时间多呢，是吧？努力有结果，但不一定会有好结果。这个努力要是正确的方向，才会有好结果。所以圣贤人他们很谦卑，我们从读过的这些古文里面感觉到古人很能够从天地万物当中学习做人的态度。像一开始我们周祖密谈到的一段话，就是我们高中的时候读的
谏太宗实诗书，劝谏唐太宗，这是我们忠臣魏征写的一篇文章，劝诫唐太宗要从十个角度啊去反省自己的德行。一开头就讲到求木之长者，一个树木要让它长得很枝繁叶茂，必固其根本，它的根要扎得牢。我曾经听说一个树啊，它的树荫有多宽广，它的根也差不多那个样子，它才扎得牢。所以闽南话讲的树头徛好栽，唔惊树尾做红胎。假如这个德的根基不牢啊，他有才华，他有钱，会变成祸患哦。所以老子才强调祸福相倚，他根基不好又有钱，那麻烦，诱惑一来，吃喝嫖赌比没有钱的时候更惨。他一有才华了，德行根基不牢，他非常的贡高我慢，很可能会引来很多不必要的障碍冲突，甚至因为自己才华高，自视甚高，下错了决定，他假如是官员，他影响着一片人，他假如是企业的重要领导者，他可能会毁了这一个企业的前途。哦，所以德是本。哎，我们都重视德是本，但说实在的，当我们真正看到一个员工的时候，或者一个新进的人员，我们常常会被他的才华给吸引。标准答案是德重于才，可是真正用的时候啊，往往还是用才多。我们假如没有对德有很深入的认知啊，抉择的时候还是会把这些道理放在一旁。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真正放下急功近利，急于先看到成绩，那就得用才华的人。所以我们不够对这些道理明白，不够冷静，很难用这些理智去下判断。我自己啊，是5年多前到了海口，推展《弟子规》，推展传统文化。5年多前呢，我是先教了2年的小学，教了之后感觉啊，一届不如一届，那这不能袖手旁观呢。可是自己的语文程度又很差，文化基础都不够，因为我以前看子曰，子曰哦，头都很大。你们笑什么？Me too 是吧？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吞不下去，吞不下去就是没领会啊。那还私底下要给他改成不亦苦乎？啊，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还乱改，睡得真舒服，不想写作业。这没体会的时候啊，这些东西叫知识，记得越多，忘得越干净。为什么？它没有跟我们的心灵产生共鸣，时间一久呢，全还回去了。大家相不相信？我们现在发下去，把所有的朝代背一遍。OK。No， 好，孔老夫子的教诲当中说：“不要强人所难，哦，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的老师们有没有传递读书的乐趣？我们为人父母者有没有把书中自有黄金屋的精神传递出来？
假如没有传递啊，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当一个人考完大学联考，他就会在三楼四楼把他的书包跟书唰，他在试验自由落体，哦，是不是真的？我们当老师的人呢，比较敏感。教育是什么？教也者，长善。哦，这句话太重要了。他把一个教育者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长一个人的善心。这一点抓住了，纲领就抓到了。不管做任何的活动，任何的课程，目的在长善。假如没有抓到这个长善，很多活动办完，增长的可能是虚荣，是傲慢。比方说，国家社会发生灾难，孩子捐款，学校表扬，表扬谁？表扬捐最多的人。结果这个小孩只有200块，他全捐了，回去跟妈妈讲，我捐200，你同学捐多少？我同学有捐500，你怎么捐那么少？你看家长有没有感觉到孩子的心？没有，孩子受委屈了，他是倾全力去做这一件善事。可是老师跟父母体会到他的心境没有，而很可能那个捐1000的是回去给他妈妈要来的，不是他的钱，然后我们又表扬他。所以以后他做善事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满足他的虚荣心。假如我们老师父母不去掉虚荣心，真的能教好我们的孩子吗？而虚荣心给了我们人生快乐的吗？累死了，全都是做给别人看的，不是从内心去感悟助人为乐啊。所以经典不读啊，我们有时候真的绕了半天，什么是教育？可能我们自己教了几年书还谈不出来，可是经典呢，几千年来的智慧啊，一讲就讲到核心点。诸位朋友，什么是教育？说我又不是小学老师啊，我这一句话回答不出来没关系，但是我们很冷静啊。每一个为人父母的都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啊。你说我们不懂教育，哎，结果孩子现在12岁了，15岁了，哎，这十几年我们把他带到哪里去的呢？所以我们希望家庭和乐，希望家道绵延呢，它最重要的在我们自己懂不懂的教育，懂不懂的什么是学问智慧啦。我们看到那个小孩子啊，5、6岁以前开口闭口就是我爸爸说，我妈妈说，就父母的话的分量是很重的。所以为什么说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呢？父母给他的观念习惯很可能成为他一辈子做人的准绳。所以我们很冷静啊，很谨慎啊，我们的一言一行都在引导我们下一代的未来，他的人格健不健康跟我们给予他的教育是相辅相成的。
啊，诸位朋友们，大家有没有想过，您的家族要绵延多少代不衰？诸位朋友，这个你们要自己考虑的，这个我也帮不上忙。哦，你看我们刚刚基金会叫千代基金会，好，哎，大家听完这个基金会有没有受到启发？哎，要定位啊，我的家族可以传千秋万代，我们有这样的志气，这一份对家族的使命感，潜移默化就传给孩子了。所以孩子可能走在我们后面会问呢：“爸爸妈妈，您要去哪里？”假如我们一回头，你问我，我问谁？那下一代一定是活一天算一天。说到这里我也很惭愧，我还没学习传统文化以前，感觉每一天就是把24小时给它填满。人生没有志向，时光是很容易流失掉的。范仲淹先生他在世的时候，他们家种了两棵松树在门前，叫君子树。他们家的堂啊，要进房子，房子上面写着岁寒堂。建筑物里面哦，通通在教育孩子。所以古人懂啊，为什么？不断熏习提醒，这个德行才能扎根。绝对不是考试写得出来就能扎根。而且啊，我们要了解一个客观现象，学好啊，中年不足。比方让孩子学个孝顺啊，他可能学个半年一年才有点感觉。学好中年呢，花一年以上的时间都不一定够。学坏一日有余，学坏哦，可能一天哦，跟狐群狗党去了以后就麻烦，吃喝嫖赌沾上是一下子，戒掉不容易。所以为什么《易经》里面讲蒙卦，同蒙同蒙啊，孩子小时候叫同蒙啊，这个蒙卦里面最强调的就是让孩子保存他本有的那个赤子之心，保护好，让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变成他的天性的延续，自自然然就提起来了，终身保持。这个就是教育最重要的，要让他防止污染，把最好的道理呢，在他小时候都能领纳。怎么领纳呢？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做给他看。所以刚刚跟大家提到教育长善救师，而在《说文解字》里面讲“教”字是这么写的。我们现在呢，对于很多事物认知啊，在心态上假如错了，这些道理我们就很难立意了。比方说我们曾经跟企业界的人交流管理，我们传统文化有哪些很好的管理思想，那时候呢是他们公司的比较高阶的主管，我跟他们一开始就跟他们交流到，我说今天大家一起来交流管理，请问大家的脑海里觉得管理是管谁？管谁？假如管理是管别人，再怎么学心态错了，心就好像一颗种子，这个种子是恶的错的，它不可能开出善果来。
再怎么努力，只要心态不对了，都不会有好结果。我们现在领会道理，心态一定要对。这个曾经呢，有一次啊，课程结束的时候呢，好多朋友啊都会跑来，他说我听完课哦，感觉到呢很后悔，因为没有把我先生找来，没有把我儿子拉来，没有把我媳妇哦，没有把我太太找来，所以他感觉到呢，整个听课的过程呢，身边的人都需要听，就一个人不需要听。哦，那假如是这个心态啊，大家想想，听回去好不好？哇，怎么会不好？我最起码抄了100句京剧啊。哎，不见得好啊，100句京剧干什么？回去桌子一拍，先生，我可告诉你，我可是去培训过4天《弟子规》课的，从今天开始教孩子的事都要听我的。先生马上去打听那个上课的人是谁，何许人也？听说姓蔡。哦，下一次呢，天母我就不敢来。哦，为什么？刚好走在路上，有一个彪形大汉跑过来，说：“你是不是蔡礼旭？”我一看他脸上这么愤怒，俗话又走又讲，好汉不吃眼前亏，所以我会说对不起，我是他弟弟。结果他说蔡先生说他有两个姐姐没有弟弟。哇，他还调查这么清楚。我说我是他堂弟。所以这个心态不对啊，适得其反。学了《弟子规》呢，人家亲朋好友一看到我们，哎呀，那个人又要来说道理了。我们一坐下来，人家马上站起来，对不起，我想上厕所。孔夫子讲啊，在《中庸》里面讲到，怎么样经营啊无怨的人生？人要活到啊自己不怨，人家也不怨我们，不容易啊。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正己化人。诸位朋友们，我们有没有背过杜甫一首诗？叫“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很润物细无声，感觉好不好？很好。那个感觉叫化，所以当我们在感动别人，就是这个感觉，而不是强迫，而不是要求。强迫要求啊，人家不好受。好，所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你不想人家强迫你，我们也不应该去强迫别人。而且说实在的，自己不正而求人，为什么会有怨？这人之常情。哎，我们要求人，他说你自己又没做得多好，你50步还像我100步，人家心里不服。好，所以我之前呢这个心态不对啊，读《论语》啊，君子和而不同，啊，君子坦荡荡，一读到君子哦，就想到谁啊？君子，君子啊，小人长戚戚，小人这个同而不合啊，一读到小人想到谁啊？小人，怎么读都读不出智慧来，还让人家心里很不服。好人都是你，坏人都是我们。所以老祖宗讲的一个心态非常重要，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这样的心态，这个坐标才对啊 ，SY 轴才摆正啊！啊，严以律己，
宽以待人，用这样的心态学一句啊，就有一句的受用，因为是要求自己马上可以得日进过日少，而身边的人离我们最近，我们的改变他们是最敏锐的，所以根本不急着去要求他们，一辈子都是亲人啊，反而最急的是什么？自己的提升，这个最重要。哦，当然那个提升那也急不来，得真下功夫，哦，对治自己的坏习惯。所以孟夫子才讲，学问之道无他，学问最重要的，求其放心，把迷失的真诚、迷失的平等、谦卑、仁慈的心找回来，把虚伪、把共高我慢、把自私自利、把污染的心习惯放下。学问最重要的就是修这颗心了。所以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教字，我们有晚辈，有孩子，我自己在教小学的时候，常常会听到家长有一句话，他说我都讲了多少次了，他就是不听。这句话有没有道理？你看哦，我们现在人啊，讲起话来啊，一听就是都是别人错，有没有？他就是不听啊，自己有没有责任？没有。现在的功夫了得啊，怎么讲话就是天下的人错，就没自己错。哎，可是老祖宗没教这一句呢。老祖宗讲的，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啊，对己。老祖宗的礼仪当中啊，都是在启发人的善行，启发人的学问。刚刚也跟大家讲到了，哦，你看范仲淹先生，他家的家族都是启发孩子。哦，他的堂叫岁寒堂，就想起孔子说的“岁寒，然后知松柏”。你看他每天进来都看到岁寒堂。范公的后代啊，估计啊超过70个顶梁柱，当过部长级以上的官员。他有这个精神承传下去，他的后代真有出息啊。那我们每天用什么精神来教育我们的后代呢？我们都读过《易田记》啊，给了我们生命什么启发？他君子树种的就是松树，而且他在君子树上啊旁边题字啊，“青荫大辟，其余千年”。范公立定什么？我自己这一生的所作所为风范，能够让我的后代效法千年不衰，而且这个应德要庇荫他们超过千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啊！那范公可以做得到，我们能不能做到？学贵立志哦，我们要学得好，首先志向要出来。虽然我了解大家都比较谦虚，哦，没有，哦，但这个高远的志向很重要，啊，所以你看我们念《弟子规》，念到哪一句话声音特别高昂？勿自暴，勿自弃，圣与贤，可循志。大家有没有念《弟子规》念到这一句，特别受鼓舞？有没有？声音特别大？有没有？有哈，是因为终于念完了吗？当然不是哦。哎，这一句话，顺何人也？愚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人有这一份志向，可以成圣、成贤。
我们对自己、对家族、对民族，我们都有这一份高远的志向，自立了学问、德能，自然就有动力去提升，去成长。所以我到大陆看一些古迹啊，他那个门口刻的是四君子，就代表人一出门啊，交朋友就要交君子啊。那个门口墙壁上刻了一个扇子，出门记得怎么样？行善啊，多多益善啊。家里面后门刻了一个叶子，叫落叶归根啊。哎，祖堂上可能刻的就是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成；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善为玉宝，一生用；心作良田，百事根啊。假如每一天家里的人看的都是这些对联，潜移默化，而且自己为人长辈父母又行善给孩子看，这个家都是太和之气啊，哪有不兴盛的道理？所以这些都是表法，运用这些生活的这些物品，甚至于是一些文房四宝，都起到教化的作用。我到马来西亚去啊，刚好看到那个几百年前呢，从大陆移过去的一个家族，但是因为几百年过后啊，后来马来西亚又有荷兰人，又有西方去统治，等于是呢，它的建筑物是中国式建筑。但是他们已经不会讲华文了，可是他那个房子哦，每天还可以收入呢，因为是古迹。所以这一代呢，老祖宗啊留很多福报给我们，可是我们不一定去承传那个文化。结果他有一个地方啊，摆的是这个祖宗留下来的，另外一个呢是西方进来时候留下来的一些物品。结果我一进去看那个整个从大陆过去的，一进门啊，就是看到镜子，看到花瓶，代表什么？自家要心平气和啊。这个家里面不平啊，只要有争有冲突，祸患就开始了。所以家里不是讲道理的地方啊，有理都要懂得和为贵啊，忍为安啊，更何况无理，那就更不能趾高气昂啊。所以这些家里面的装饰都在提醒修养。哎，镜子反观自省。可是刚好走到一些舶来品的地方了，也是入门，摆什么呢？右边摆一只狗熊，左边摆一只老鹰。大家知不知道什么意思？英雄。我走进去感觉这个家庭的氛围有点杀气，因为那只狗熊是哇这样，那个给人内心的影响一不一样？不一样。他从小就是要英雄。所以我是因为初中的时候啊，看电影都看好莱坞的，看那个 Rocky， 看那个席维斯·史特龙的《第一滴血》，那个片子里面都是哒哒哒哒哒哒哒，然后空空空空，一堆人倒下来，
然后它是什么？假如学过孝经哦，就不会觉得这样好了。那个一个人倒下来，他所有他的父母、他的亲人一辈子怎么样？都活在黑暗当中啊。我们假如能去感同身受，就不会去觉得这样是英雄了。可是那个时候没有遇到圣贤教诲，所以我的书桌前面贴着一张第一滴血的剧照，大家就可以知道我的国中三年是怎么过来的。你看人的目标哦，崇敬的人不一样，给他人生的影响也会很大。假如我国中一年级贴的就是孔老夫子的圣像，哦，那我的人生就差很多了，哦，这一段弯路就不用绕那么久了。所以我们的祖宗治理都是恩泽后代，启发后代的智慧，所以有摄理、摄见。哦，我们读过《论语》啊，君子无所争，必也是乎？而且这个射箭呢，切磋大家的这个能力，切磋完了下来，哎呀，承让，承让，而且还拿倒一杯酒敬他，哎，承让承让，哎，对方是鼓舞我们，提醒我们，啊，进而让我们见贤思齐，而不是像球场一样打打打，然后打输人家的。避兵哈，退兵，不高兴了还跟人家打架，那不是这样的哦。而在这个射箭当中啊，孔子在《中庸》里面讲，射箭好像君子之风，射有似乎君子，失诸真骨，反求诸其身。这个射箭，箭射出去了，没有射好。旁边还有人看，哎，我们可能第一个念头是什么？哎呦，很没面子的，没睡好。哎，可能我们下一句就说了：“哎呀，我昨天熬夜没睡好，我平常的水准不是这样的。”哦，哎，或者是一射出去了，这个面子挂不住，这一支箭是哪里生产的？品质不大，这支弓箭可能是南部生产的。品质不是很好，他一遇到事情了，责任都是别人，这个惯性不好啊。为什么？《弟子规》讲的，唐掩饰，真一孤。一个人不好了，又要掩饰，罪上加罪。可是他可能成为习惯。哦，比方说，哎，公司开会迟到了，下一个念头是什么？假如我们是恭恭敬敬站在台上90度鞠躬，对不起，我来晚了。哎，可能带动团体的是另外一种风气哦。啊，假如一进来，哎呀，都是那个交通啊，大家又不是不知道台北的状况，哦，哎，这个风气到时候大家都找借口了。啊，所以《论语》里面也讲，一言兴邦，一言丧邦。每一个人的言语都在影响他的家庭，影响他的团队，甚至影响整个社会的风气。所以孔子在《中庸》这一段提醒我们，箭射不好了，马上反省我自己的技术不够，这个心性形成了，一遇到事情先反省自己，这个心态虽然很好像看起来是很渺小的，只是一个念头，可是走出来的人生却是千差万别，天壤之别都有。比方说今天孩子德行上出了问题，老师打电话回家里来了，两个夫妻坐在一起，这先生马上呢点个头，啊，鞠个躬给太太讲，
哎呀，对不起啊，我没有花时间呢、好好照顾孩子，啊，这是我的错。来，我们来好好看，危机是转机。现在孩子这样，我们怎么样携手来帮帮孩子？这个太太一听完，哎呀，对不起，是我错，是我错，啊，我哪里哪里都疏忽了。这个氛围啊，两个人更同心了。反求诸己。可是假如同样的情况，这个先生马上桌子一拍，你怎么搞的，孩子带成这样，那太太马上站起来，你好哪里去了？哇，你看一个心念不同，整个家的风气判若两个境界了。所以大家不要小看一个心态啊，那个是最重要的功夫啊。所以孔夫子才说诚意正心才修得了身啊，从心下手。所以心者德之根也，未有根不直，没有扎得很深啊，未有根不直而枝繁叶茂者，他扎得不深，风一吹就连根拔起了，不可能。所以要靠心根。我们对于教育，这讲到了我们的体会的心态，对不对？这一个教字，它没有嘴巴。大家看这个字，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文字，是全世界唯一可以从字当中把人生智慧含摄在其中的，这个没有高度的智慧是办不到的。从字当中就开出人生的道理出来。你看老祖宗提醒我们，钱怎么写？左边一个金，右边两只刀。大家有没有感觉到现在的新闻常常看到兄弟为了争父母留下来的房子告上法庭，家在争，团体都在因为名利而争。这都是先提醒我们。我们看怒怎么写，上面一个怒，下面一个心。一个人发怒的时候，就是他的心变成什么了？被坏习惯奴隶了。所以诸位朋友，我们常常说我要自由。什么是自由？我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是自由吗？我们现在太多东西都是似是而非的认知，都只是一个概念。可是这个概念的实质很少有人深入去思考。比方说自由，一个人都我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叫自由，他根本就变成他坏习惯的奴隶了嘛。他连点理智都掌握不住，提不起来，他哪有真自由？不会被自己的习性所左右的人，这个得大自在大自由啊。所以老祖宗就提醒我们不要发怒。所以这个教字也告诉我们了，两个叉，下面一个小孩，第一个叉是父母长辈老师画的，第二个叉是孩子看得很自然效法的，孩子的学习模仿潜移默化。所以上行下效就在这个字里面了，告诉我们教育最核心的是身教。右边呢，一个手拿着一只树枝，什么意思？不是打人哦，拿着树枝啊，告诉我们耳提面命。大家有没有教过孩子哈？教一次就会的。假如有这样的孩子哦，请大家通知我，他可能是颜回转世，不恶过。所以从常理来讲呢，都是要有耐性，一而再，再而三，终于他了解父母老师苦心，他懂得去奉行这些道理了。
所以一个人在从事教育工作，不管是教孩子、教学生，还是教导自己的部属、下属，他一定要具备这两个心境：以身作则跟耐心。我们假如教不好了，铁定是这两个心态不存在了，情绪起来了，在那里骂。只要能回归到这两个心态，绝对能够找出我们还有不足的地方。这两个心态有了，人的心都是肉做的，能感动得了。所以我自己没学好，又要从事这个教育工作，从事伦理道德推广，啊，我才辞掉工作呢，到了澳洲，啊，跟我的师长，啊，学习，啊，不学不知道啊，学了吓一跳啊，啊，这个跟圣贤人的差距太多了，而且我自己呢，啊，念国中的时候呢，有一题老气，一横春、横夏、横秋、横冬都选不出来，啊，大家知不知道是哪一个答案？你们要回答慢一点，我才平衡一点，不然我会觉得差太大家太多了。哦，你应该要说，嗯，那我想一想。好，我念高雄中学的时候啊，有一次高中联啊高这个月考，全班第二名，倒数第二名，44分，现在应该教务处还查得到。所以我的程度啊是很差的，哦，大家在台湾求学了，程度比我好的太多了，啊，所以我是出来抛砖引玉，啊，希望呢，啊，透过大家的努力啊，啊，我们这个舍我其谁出来推广，只要我们都听懂了老祖宗这些教诲，真的自己先做了，先例行了，一定能达到化人的效果，正经化人。好，那这一节课呢，先跟大家交流到这里，好，谢谢。